我居然找你下面把无敌踢走了，来给你。我已经用了，那给你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帮你了，买这个，那你，我卖你，卖你，卖你，这个。你怎么一直多？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你怎么一直多买？二五，我给你二五。哎，家里进去了，家里面有一个丑僵尸。我怎么都丑僵尸跑进去了，亏这么大。巧，到底是在干嘛？没有，我是佛系商人。哦，那你可以那个不行，哦，不行。我不要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找到我？那个书柜便宜五块卖我吗？来，还有一本无敌在箱子里面呢，一拿怎么又有？拿那么多本、啊，就你刚买的。可是我已经有了，这几本真好，免钱的。干嘛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涉嫌洗钱啊？是不是最近？是不是最近有无敌要涨价？你赶快先买起来用啊！囤货啊！看涨哦，看涨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无敌工厂有一些联系啊。对啊，我们的那个啦，直升机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肺炎的关系啊。嗯，对啊，无敌嘛，你说那个无敌就不用怕了，别担心。哦啊。那僵尸又在我们家，欸、到底你们自己小心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不要打美女。看来是被打死了呢，被炸掉了。你看这美女被打死，美女死掉了，美女死了。哎、欸，他爬很高啦，他爬到二楼了啦。闪呢？二楼。他们那个炸直升机又来准备喽，蠢蠢欲动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？到底是哪边才是我们家、啊？他进来。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，哇！红包，红包，谢谢，出生君，傻眼，堡垒，我在堡垒这边，我用了，那我的堡垒，我TNT就可以了，怎么会？等一下，怎么会一条？那个TNT就可以炸了，可以炸掉哦。现在看到他是善意，是不是？我们家超多人，他是恶意，他们充满了恶意，感受到。家里有人啊，家里有人啊，僵尸啊，家里一堆人啊，家里不是只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玩了，我会玩了。哎、欸，他那个从空中，他那个位置直接可以炸哦，小心哦。他用 TNT 那样时间到了，他就会炸了。哦，二楼，他没 TNT， 他回去了。哇，杰瑞，你越来越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越来越富？都昏死了、啊。八百块，然后你要捡到瞬移，对我怎么捡一本瞬移？到处都有瞬移，你才是涉嫌洗技能的吧？我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是我在家里拿到的吗？箱子里面有一本瞬移，要自己拿？怎么那么多啊？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刚刚那个第二件半价、啊，多买一点、啊、哦。所以刚刚是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然后就全部啊。哦，保险箱最大的来啦！我全都钱全部拿出来了啦！到底是谁啊？哎呦，回家领钱！哎、欸，王哦，那是杰克。哎、欸，我们发光喽！发光，好。杰克不要打问号。杰克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换 skin 我忘记了，然后我直接冲走了，说国王在这。我说哦哦哦，对啊，国王在这啊。国王都不认得了吗？不是，他没有脸啊，我们国王没有脸。谁没有脸？你说谁没有脸？有脸直接不要脸了。他的脸不要脸哇！哇！你不要去搬东西哦。国王，我错了。我来洗。我被攻杀，我也不知道被攻杀。你要来洗手？哎，丑僵尸来了！丑僵尸怎么回事？又来了！他自己洗很少。我知道。哎，为什么你在面带小雨就跑，然后看到我就打？你这个是有点过分哎！他是被我打过来的。哎，家里有人呢。人家是女生。僵尸又是那僵尸。就是丑僵尸啊！为什么？丑僵尸。丑僵尸。真的很丑。啊！烧起来了！笑死！丑僵尸都来了。他会有火拳哦。嗯。火拳吗？火拳僵尸，因为他修铁。因为他僵尸啊。会烧起来。烧起来之后。他不是会到的感觉。哎呦！给他丢自己鸡蛋。哦，射箭。没事，我要来那个了。等我有钱，就来那个盖我的宝贝。哪个？死到吊钟啊！
呀！我都不知道我楼梯在哪里，我这里盖的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，你真棒！哎、欸，那还在猜技能，不是技能车，计程车，计程车，猜计程车啊！这有一点厉害啊！二楼。二楼有了，来找我，来找我。哦，我捡到两颗中间的珍珠哎、欸，好、啊。哦，什么？你有两颗？这么好？对啊，为什么两颗中间珍珠？你摆就两颗啊，不然呢？对啊，你摆就两颗、啊。OK， 我是没两颗珍珠啦。杰克只有一颗啊，你可以给他一颗啊。杰克很可怜，杰克可以借给我一颗啦。杰克只有一颗。我们塔上有没有想说另一颗？他的耳盒是抢中间。二楼，二楼又有人喽。二楼，本机刚被打掉了。哎呀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哇，他开无敌加无敌加攻击了！哇，哇，乱打乱打，他加无敌，他加无敌，这么凶的、啊！我去打他。直升机来保护喽！我们桥上我们家里太多人了，都是他们的人啊！我要先清一下。哎呀，摔死贼了一个！丑僵尸。过来，牛排、欸，好姐，弟弟有人哦、啊，等于 pick 的牛排，你家超多对面的人的，对啊，真的，很多跑出来，然后都是对面的人，直接来我们家，是啦，杰克躲好就好，他无敌，我蛮明显的嘞，干嘛、啊？你不要拿旗子啊，我要下去了，我要下去，我要上去，下一张，我们轮班，结束啦。哦，我有214块哦，我来盖那个。哦，瞬间结束，中间哦，200块哦。你们爆冲，爆冲，走，爆冲啊！哦，红包，哇，傻眼，暴击了，暴击，花钱啦！我来盖那个哦。哎、欸，有人学我出盖攻击珍珠。哎，是种白痴哦，分配一下工作嘛。我们两颗都来了，没想到那么有默契嘛！有人嫌我偷珍珠，班是队友。我妹还想说，有听到有人在穿衣服的丑僵尸进去喽。然后他就说有人杰克，果然是你。丑僵尸，丑僵尸，直升机喽！哇哦！哦哇，我下来，他真的有够丑。我要去挖一点，太丑。那进走哪？我靠！啊秘密通道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你的秘密？因为这里是我的秘密的秘密通道，你的秘密，你的秘密，我的秘密的洞，对，秘密可以分享啊，我也可以进入你的秘密的洞。想要哇、哦、啊！天哪、啊，没有什么，我先去问团团啊。好、哦、呀，要问团团、哦哎哎哦，你懂？主人是团团是不是？我懂。本机你是不是间谍？我挖错地方啊！是不是间谍？杰米小心！我们家那位很多敌人哦，你们小心哦！我先去直升机。有一个人叠上去了、哦，宝宝。啊？你会盖书柜哦？对，我会。先把它包，我只是先把它包起来。杰克，你看到这个会不会想问他一样的话？会。我先把它包起来而已，你懂吗？对，看一下。不要怀疑他，他可以的。哦，好，我也想问他一样的话。你上来看都会问一样的话。真的会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不管我先说，你好会盖书柜哦。你好像很会呢。你好像很会呢。等下不过压力山大，不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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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不会盖了，真的把它剪断了盖。有人了，附近有人来了。你在干嘛？对不对？你会盖书柜吗？是不是想问一样的话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是我的宝贝，不然等下被炸掉我就。那自己的书柜是用书？有，我知道，我那个是先预留位置，你懂吗？这是定位的概念。你没有预留位置哦？有啊，你挖掉就好了。还要再挖啊？你还要挖掉啊？那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哇！可以，你最棒！你最棒！客家盖法，客家盖法。有人进来了，本金。所以我说你的书柜。激励。我没钱。他们这个持续过来。他在等你放。我们是他记。两个。左边是影月。啊？那我们的都守得很 OK 啊。还有一只。才刚说 OK， 王。
哎，谁？哎，救命啊！干嘛？你在哪？美女，楼上。我的书柜，我的石头。你那不是书柜，那是石头。哎、欸，尊重哦，他会变成书柜啦，顺利啊！未来的书柜，未来的书柜，未来书柜吗？哎、欸，未来他变成书柜的形状，他在炸时候几秒被炸了，被可丽娃吓到。我还差五个，差五个，我帮你买啊，帮你买。伤害吗？耶！我是拿杰瑞的钱的。对对对，我钱被你们花完了。哎、欸，直接给我，我来放。好，你他要证明他会放。对，我要证明。好好好，嗯，他可以乱，可以乱放，有没有？我才是那个间谍。你最棒。这边有人在炸、啊。门口两个，门口两个。15，我刚刚。花钱。有可以出门了，各位。上帝界后面，上帝界后面。有没有石头？有没有石头？我想进三等街，给你石头，我给你石头。耶耶耶！射不到，门口还在，门口还在。先给你一只，三等街，三等街。那还有一个，还一只，还一只，还一只。哎，两滴。还想走啊？他被我射到脚胶了。又一个进来，又一个进来，又一个进来。那、啊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，打人还举盾。嗯。小心呢、啊。这还要买弓。哇，16等！哦，天梯！天梯！哦，天梯！哦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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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拍。哇，我们的书柜很安全，我的宝贝很安全。对，你的宝贝很棒。对啊，他们就直接挖进去，对，挖一条线就好了。谁管你？谁管你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挖去的。要加 S。又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要躲我两干嘛？二两只。走迷宫最快的方法就是切二楼，切纸线，二楼直接挖开，外面。啊，来呀、啊！他不在打架，哎呀！钻进去，来打架！刚刚是有没有顺走还是怎样？对，有顺走，各种顺。我没钱了，我要去赚。这个是直接在上面盖家了是吧？没有，那不是盖家，哎、欸，你们那。你这样子，我宝贝那个是附魔塔、嗯欸，有人在地来进分钱哦，包嘞包嘞，附魔塔真是棒啊，这个很安全啊，啊是啦，堡垒就强三，神机之手，神机之手，好，神机啊，好，为什么都是一个神你要什么？我的全套的，感谢。是不是左边直升机嘛，有。哦，好，没事。谁来跟他对峙啊？哎、欸，我。哎咻哎咻，射到一下，他退走了。哎、欸，我是想直接挖进去，你知道吗？不想绕这种东西。哦，你把他打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笑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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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他、啊、不是无敌，宝贝还在吗？宝、欸、贝还在吗？宝贝很安全，宝、啊、贝很安全。我觉得这样子搞笑，一下就会出事。他们光在左侧射哦，他们光直接在那里哦。Yes， 笑，再笑，继续笑。你看大家都在那个本，对，在那个堡垒。哎，两周位置啊、哦，这哇，他们还有毒箭矢哦，小心哦。国王，我觉得你该课税了。你看大家都那么有钱，我好穷。哈哈，课税。把钱丢进去。我现在已经不敢笑了，一下就出歹机了。一下就出。
啊，那也爆炸，要小心哦。哎呦！可以再给他们越开越多，可以再给他们发光哦。哎、欸，那个丑僵尸进去了，小心丑僵尸哦！直接跳二楼，他就丑僵尸，丑僵尸啊，丑，他就是丑的、啊，他就是丑的啊！我觉得我们被关在里面，有没有石头？没有，这挖开就好。你还要石头啊？我只知道守那个僵尸而已。嗯，我也在等那个僵尸过来。哦，燃烧！啊，射下来了，燃烧棒棒哦！燃烧风力四哦，也可以近战了。燃烧哦，燃烧风力四、欸。你刚刚怀疑我、欸？你是怀疑人家？经验归零。哇！才刚快三十等，可以给那个杰克。杰克，你在哪？哎、欸，你看我在外面。保护自己。阿丽也剑给我，那个拿弓的。我的风力四。没关系啊，你现在多一个、那個。多烧起来，你这样就可以风力五啦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不然你叠一下好了啦。丑僵尸也是可以啊。丑僵尸在下面。我现在是有经验品的、啊。丑僵尸在打我。你中间要有钱啦。哦，我死掉了。哦，我的弓掉了。丑僵尸。你为什么近战？哇，他冲过来，他把经验品都拿走了。他摔死，他摔下去，他直接死。哇。他把我的弓拿走了。说不定还有，他摔下去直接摔到最底下。啊，这样重叠。啊，真的很开心的。宝贝就靠你们保护。他杀死你就疯狂的把经验值给喷光了。嗯，不见了。哎、你的弓是什么？你的弓是什么？无限火焰。下面都没了、哦。我捡回来了。捡回来了。哇！好棒！给你，你在哪里？有百秒保障没了。你先拿，我刚在挖中间，我把。你们是无限火焰还有强力吗？它是无限强力火焰，强势哇！我现在有个强五，怎么办？那是不是不能中一？我强三跟你换。丑僵尸，丑僵尸上楼了，丑僵尸上楼了，打他！啊、我来了，我的宝贝，杰克了。你嘴遁，大爷天梯，杰克你 OK 哈？你在哪？应该可以，我在弟弟，我在。啊，没事，你自己保护着，自己保护着，我们来打。没有。眼镜西瓜是。来，顺走。杰克，你呢？我待一下，我在对面地道。你如果顺赢，你要赶快说你地道吗？你要顺的之前也说一下啊。啊。欢庆挖回来。来，你来。挖地地要不要？哎呦靠！哈哈那个反应。都是啊，对吧？两只来喽，好了，没了。哎，这墙三，可以给我一下对面，我再去坐标吗？对了，我们家坐标，七十负六百，七十好，差不多。门口进来了，又来了。这么嗨的吗？哇，这个燃烧哦，六，还有一只哦，刚刚在附近。好、嗯，小雨，小雨买技能。好，小雨，吃起来，赶快吃起来。小雨装备够吗？哎、欸，我先去买技能。我打到宝啦！小雨装备够吗？宝啦！没有，我平常不会买技能。丑僵尸，谁要救我？一楼，上面接到进来了。你先吃起来，小雨，你先吃进来。没事，吃起来。他们有人进来了，他不见了，那个全。我在克了。他很丑，他跑掉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我捡到保护衣的鞋子。丑八怪过来干嘛？丑八怪，走开！有我保护衣。我要底下给你啊！丑八怪，丑八怪，死了！你那个哪个？堡垒，好。毛，我这个宝山尖刺兵。哎，堡垒。哇，那个他狂炸哦，堡垒就赶快。哎，别，我重买好了，可能刚好要买。好，因为我这边也还有。哇！他那天梯位置算好就可以狂炸。对，还有经验品。丰收季哪一次？耶，又没有了。是的，就是要认命啊！这就是个赌博啊！真的，附魔就是这样。就是附魔。嗯。耶。我的宝贝有那个堡垒的退了，他退了。哎呦，只好再重新。哇，他们现在领先1000分哦。好。我们可能要弄直升机之类的。哦。喂。那赚点钱。副哥，投射物保护之类的。僵尸是在他喽，回去。
你是碟子吗？僵尸啊，僵尸是在哈喽，僵尸是哈喽，僵尸在哈喽。感冒。为什么在外面？好、哦、打架了，打架了！往他们直升机很安全，我们直升机要有人守哦。那边又有坏人，两三个人在这，他只有在屁股后面。没有，他在打，他在打、啊、那直升机。哦，一个人，娜娜还没死。哎呦，又是你！是了是了是了。空包刀，空包刀。我们有钱的也可以炸他们直升机。这里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。那个僵尸好皮，那个宝宝接过我，我炸、哦！好，小心了，宝宝，我有三个射你了，宝宝，要死鬼啊！本机，本机，小心你屁股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哎呀，啊！为什么？哇西呀，哇操塞！哎呦，宝宝体横移在射你，农田那边，农田那边，农田那边，啊！又死了，是矿坑有一个僵尸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射死我他，我射他，哎呀，我很安全，我很安全，我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我把东西炸掉啊！可恶，他好像吸走了一点。本地的屁股，本地的屁股。哆啦 A 梦露，什么露啦？哦，那个就差一点，这个你可以炸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炸一炸。我把最难炸的地方。你把最难炸丢给别人是不是？对，我把最难炸都留给你了，去炸吧。僵尸，好僵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手枪在哪？手枪在哪？二楼，二楼。干嘛？扑过去，扑过去，扑过去。二楼往直升机方向走。啊！啊！啊！没打到啊！哇！那就是对面。我走都会突然回来回去，好麻烦。哎，贴在下面，贴在下面。那谁死？他应该当我泱泱。直接挖的好了，当我吃素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，好凶啊，超凶！还有矿坑又有一个、哦，小乔，我来陪你啦！有那边挖掉了，那边等石头消失就没了。300-700分，这样我安全。安全哈，你安全、哦，虽然我没有弓，我也不能干嘛。哎呦，直升机有了，直升机有了，走喽，直升机拆喽。哎呀，这里大平台舒服。哇，怎么了？嗯、怎么了？他开无敌加力量。哦哟，没关系，杰克已经不是国王了。对，我已经出来打架了。他今天、欸、不是说死了吧？去死！红石一定要炸的。红石，对，上面的那个好像可以挖、嗯、那个翅膀。哎、哦，我看他们国王，他们国王其实是国王吗？耶、yeah! 啊！绿色头发的，耶、yeah! ！绿色头发一个 X 的那个 ，X 哦、啊这个。乔伊后面有手电梯，哇、哦！怎么炸过来了？乔你下来了，对。好了，我们去苹果啊！饥饿了，我不能走，我不能离开这个战线。我不能离开这里，交给你了。我要逃啦，波波拜。拜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哦哦，无敌，他在楼上，他开那个二楼，二楼，哇，他发光。二楼，二楼外面。无敌，他力量，你先。他无敌力量。一楼了，一楼了，一楼，你上起来。我跳下来，我跳下来。来来来，中间中间。我上他脚脚，他血应该不多。啊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是是是是。哎呦，又一个直升机啦！超前了，超前了，超前了。哦哦，血满池。一直想欺负我们小雨、欸，我想欺负。但你无敌用掉了吗？哎、欸，丑僵尸来，丑僵尸来了，小僵尸，小僵尸，丑僵尸，走啊，再去拆直升机喽！副将，耶，我的宝贝很安全。宝贝刚刚怎么从外面被偷啊？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走出去看，你走出去看，宝贝被偷啊！哇哦！哇哦！宝贝被偷啊！有被打这边的，宝贝被偷啊！不出不动，丑僵尸进来了。没事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你又想干嘛？丑僵尸，你想干嘛？很坏，一直说人家丑。我来赌一下啦！这毒真的很不好看。二毒，妹妹三毒，扣分，扣分，扣分！哇，三下都有东西。是啊，你呢？哎、欸，丑僵尸！对面国王血，对面国王血怎么了？他们国王血在他们在前面的哨塔。
我在打。有干嘛？啊！自以为隐形，发光，你知道吗？好快哦！你说国王在哪里？